一颗颗新鲜芒果单吃配冰都很棒，但芒果买回家得先去皮，左右两边都切，画十字，画井字、啊。我会把它切成那种方格这样子。多数民众就是像这样切成芒果粒，但现在有更快的方法。只要一根牙签就能让芒果去皮光溜溜。怎么做？先将牙签插进果皮内，由上而下一道一道化开，再把果皮撕下来，两分钟内就完成。扭扭扭扭扭扭扭。家里没牙签的，那就用汤匙法，水果刀横切，深度要进入果核，最后扭扭扭扭开，用汤匙直接吃。另外还有常见的玻璃杯法，果皮对准玻璃杯滑动，直接装进杯中享用。为了壳内甲吞落，就开始剥啊。跟他既不吃跟皮不吃而已，去皮树百百种，能吃就好，因为芒果内含多种营养素，有钾、镁、膳食纤维，最重要的是它的维生素 A 竟然是苹果的60倍，能够保护眼睛。水果王国当然不止芒果，其他水果也很棒，但要怎么挑？西瓜的话，就是要看底部的圆圈小，纹路整齐，地头卷曲的；火龙果则是越重汁越多，越红越甜。另外，苹果要找表面有纹路，而不是有斑点的。简易挑果法要记好，就不会轻易踩雷。接近文中的景城台中采访报道。